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1年9月17号，瑞芳啊，站龙。9:53出发的是我的278次彰化发车，今天好像看花莲的普悠玛这样，现在都变普悠玛了，是吧？已经从泰鲁阁转换成，暂时转换成普悠玛，希望如此。普悠玛这样通过。2027年2028普悠玛之江澳在瑞芳站通过278次哦，然后支持洛小明跟妈掌门多多点我们的以及光明，谢谢各位来电，拜拜。以及4017次瑞芳发车将沿线杠树林了，因为说我要小明左右900型919圈开车，然后真的耶。那1360号北湖啊，北湖发车啦，然后将沿线杠瑞芳，谢谢各位来电，拜拜。哎，真的耶，其实我这样观看，你们到时候看也。会很明了，对吧？真的是差超多，哦，真的是正常多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